伤心的酒吧，眼泪就像没什么什么花，为何爱一个他走一个他，爱我的人不在这世界吗？谢谢天马行空会给我一个回答，眼泪总是不知不觉的流下，午夜里伤透的喝醉的我心都碎了，伤不伤不伤吧，谢兄弟请，反正不止一道伤疤，悲伤的滋味已经又习惯了，这不是放任的话，伤不伤不伤吧，反正只是多道伤疤，悲伤的感觉已经又丧失了，再痛我又何必惧怕。朋友们来，还有3500啊，再给你们3500的这个机会啊，中了就算中了，朋友们中了就给你们黄马，好吧，我打错了，我摁错了，我摁50000去了，本来是5000，3500啊，还有3500，500个掌声，这把中了也算啊。这怎么中啊？到点了就中了呗。不了，哈哈哈哈，那黑粉给我气，黑粉给我气，到现在我脑子还没转来玩呢，不过那个带节奏，气死我了。他要我玩乱斗，说玩乱斗吸大哥，我说我自己想玩就玩，不想玩我看心情。就搁那一顿，那一顿跟他说，一顿跟他说，给我说的，到时我都不会播了，给我整的。你这因为你影响我的心态呀，这干嘛呀？这是啊，我不说了吗？我说的，我说暂时乱斗先不玩了，对不对？完、啊、他还搁那嘎一顿带节奏，一顿带节奏啥的。你越这么说的话，那粉丝越走吗？我都为你们考虑哟，你知道为啥我不去玩乱斗不？是现在都在玩那个东西。玩那个东西，最终归根结底，把你们兜里那点钱都给你们套出来了。欢迎远正哥啊，欢迎杰宝宝啊。我是不想坑你们，所以说我不玩。我想坑你们的话，我还不玩啊！我天天我坑礼物坑老多了，那星星整呗，对不对？自己家人搁那嘎带节奏呢，咔咔的，就是带节奏。你玩这个东西，你得有操盘手，没有操盘手你咋整？输了眼熟了，完了都赖我了。